他说还有800公尺。乡间小路，前面有一台车哦。这景点不错啊，都没有人，100分景点，好像没有昨天那个辛苦啊。在丢什么啊？走，好了，拜拜。下一个景点，不知道哎，就直走吧。这个应该在里面。对啊，你要逛吗？不知道。你去外面看一下。外面看。你有兴趣吗？看是什么图案啊？这好像有个马，就一个人骑的马。这雕刻，这很难呢，很厉害。你在干嘛？在赛车，赛脚踏车。哎呦，很累。会吧，行。加油，最后200公尺。有累吗？哇，非常辛苦的。
我们是骑了半小时，爬了半小时以上，抠脚不方便。金伯廷，你要多吃点呢。为什么你的锅没人见？因为我会帮你尝起来。而且我帮你变成这个美丽果。蜜糖，不是，那个口味就是焦糖，怎么会吃蜜糖？就是什么蜜糖焦糖，好吃。那个还是低。低好吃啊。